爱在上风，我甘愿放弃男人的倔强，将你对我所有的情爱拢藏在心中。了了才知的感情是多，忍耐需要坚强，若付出才输袂起女人的感情伤痛。心爱的不当悲伤，我会乎你一生幸福。来就是你，不要紧，我来。你的手头有我对张秀丽见死不救的影片，我哪会当让你继续安尼威胁我？才看得到过生的人，所以你是不是也已经无在这个世界了？不可能，我刚刚话嘞，顾小姐，你无死，你就是神秘人哦。唔对啊，迄神秘人，大项代志拢针对顾佳佳，害顾佳佳失去一切，这讲未通啊！你想未通的代志还阁真多。我唔管啦，我唔管你是安怎爱做遮个代志。既然你是神秘人，安尼就好参详啊。你莫袂记哩哦，咱之前是拍卵的。你紧甲你伫阮大家车祸现场落着的影片给我，你甲我斗相共，我嘛会甲你斗相共的。啊！谁甲你是拍卵？只感觉叫做神秘人，利用神秘人身份，暗藏你的罪行，
算你两个嘴皮，算是让你假死。郭姐姐，你到底是创啥？我即马就去甲大家讲，你郭姐姐无死。你对张小丽见死不救，这款的事实就是爱怕。别人救你的性命，你唔知影感恩，颠倒抬头才尔歹，欠怕。赶走大宝，手人的后事。做海顿的股东，有小人得志，无用无用。为着要害大宝，这做假事无错，害死不过，丧尽天良。你是甲天照打，假作是神秘人，害死孙浩明，阁想要无来好无来？哈利哦，是多好尔。真正是头壳歹去啊！我才是你的战友呢。杜仁德甲孙家了，对你来讲都是有威胁的人。只有我会当甲你斗三工，你竟然敢为着遐个人咧跑啊！头壳歹去的是你，我真清楚我家己咧做啥，唔是你这样心生会当了解。好，我即摆有打电话叫孙建仔抓你。喂，孙建仔，我甲你讲。现在神秘人就在我家，你竟然抓人，你一定想不到神秘人是谁，那神秘人就是啊！我跟你说，电话我已经卡，警察很快就会来，你是走不去的。Boss， 是的，和黄英玲看到我的情况。神秘人，无料到，王哥拄则才发现你的电话已经接通，赶紧找到神秘人啊！王哥电话形容断去啊，即马无信号啊！伊找到神秘人，金子，你讲定位有伫？我已经定位啊，伫夜红雄，行。Boss， 你先走，非得黄义林讲白查公关系啊，无人会相信伊，交互我来处理。伊之前假作是你陷害别人，我着予伊办一个教训。小戴，规定别偷情。伊把话你讲是真实的。一辈一点点神秘人，咱大家要较细腻。行。哦，足痛的呢，是谁拍我？我哪会去用挂面具，连嘴拢去用打掉的？哎呀！你别受伤，你别抬我了 ，boss， 我无准备你，你别抬我好不好？救命！救命！柯产玉，伊连我创啥？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救命！你别抬我了，我拜托你啊！救命啊！来抬我，救命！同志，别个怕，在外面开心啊！救命！卖跑了！哦，卖跑！我拜托你，卖跑，卖跑！莫等，莫等，这边莫等，你要等着哦，大哥，别烟火啊！你别回来哦，别冲动哦，啊，别冲动哦！哎哎，不是，咱们要走了。哎，张波，哎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咱们要过来！咱们要过来！
黄英里。喂，黄英里，是神秘人控制掉的，跳过要让人误会。真正神秘人早走去啊！进来，叫救护车。叫人甲你拼落海，照你讲，你是温死无活呢啊！即摆既然搁有才调，我跳跳起来，我面头前，哼，也毋知虾米人遮厉害啊！掠时机掠遮准去报警察，我才救你一命。有影啦，你自信武是真在情。啊，若无，贝蒂哪会这么介意你啊？对不？代志不是安尼啦，总裁，真正是我急迫求人的。你跟我辛苦比三十几年啦，你敢无够了解我？敢在我面头前讲这话，你是侮辱我地位吗？哪里自信有？不可能雄雄起笑对贝蒂做遐个代志，所以我敢讲，恁30%，你话背后早就偷来暗去。讲什么讲啥？就算讲我甲贝蒂已经完全无感情啊，啊，不过名义上，伊就是我罗国雄的娇。即摆但是不敢安尼啊，我无可能互你继续阁住喺英雄集团。从今以后，你离我开，有偌远你闪偌远。有啦，你今仔日有救。我为着要回报你30几年来对我辛苦比这么死掉，好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啊，不过，咱所有情分到这为止，我这世人永远不会再看到你了。多谢总裁愿意放我一条生路，今早啊。无啦，等我后悔，你就袂活。你披着温柔的外衫。表情敢若足唔甘的呢，足想要甲你约回来对无？啊，阿内你敢讲伊甲你强逼的？徐美弟啊，若要叫假成的来晓未？医生，俺阿爷伤敢有要紧？老太阿伤无要紧，等伊了后爱照时间换药啊，甲食泻药，甲止疼药啊。
注意，干脆卖化验的话。多谢。英雄集团罗总裁夫人，请你后摆你外交千万就要注意你家己的行为。啊，你也莫掠准讲你今莫名其妙在山区求我，我就原谅。歹势，朱姓武，我已经甲赶走，所以你这世人甲伊无可能阁做，破死心嘛啦！你妈总得讲，你会当控制我人生，咱离婚离离的，我永远都无想要看到你。较早我发为你，你硬不爱离，佫跟我呛讲，你要折磨我一世人。啊，歹势呢，即摆是想得一步想啊。哼，当初无答应跟我离婚。叫后悔哦，后悔是无有意义啦，徐贝蒂。你是笑的哦，我徐贝蒂若是要离婚，想想要动拢动袂掉了。我你试看卖啊，看有才调动你会掉呀。应该，陪恁阿姨提药了后，赶紧送伊转去。卖让伊在外口乱乱说了，吓死吓尽。我知。大家先稳稳解决，只要会当活命，爸无啥物计较。你听爸的话，较安分的，无你家也有可能含你，万一离婚。袁凯，你敢真正认为讲这代志这么简单就当解决？你嘛知伊的手大，伊若是笑起来，凊彩就要提人的性命。顶个你对付柯彩虹的代志，伊就马上将你赶出去。啊，即马若是可以发现着愈大条的咧，你感觉伊安怎对付你？我是真正想要甲媳妇做伙。我哪会当跟伊紧来离婚？就会当跟新妇紧来离开你的身边。那安尼就无用，就永远无机会知影你真正的身世啊！这对你来讲，才是上重要的，敢不是？要先来提药啊，等下再讲。不管你安怎拍算，这几天尽量较细腻，莫去惹着阮爸。要若无，你会去害着家。元凤，爸，阿姨，爸，你过来不爽快啊？跟顺手看下医生啊？我无要紧，拄只有食药啊，即马好真济啊，免烦恼啦。瑞凤，阿弟即马状况安怎？医生敢有出来说明？我唔知啊，医生定来急救啦。不过阿姨，你放心啦，阿弟着少部分是倒病囡仔头，应该袂有危险。安尼难免遮尔啊着急啊，你无听到我遮尔啊危险啊？囡仔头的部分应该是较无要紧，所以阿弟啊应该是无代志。天公伯保庇，保庇阿弟平安无代志。对啦，瑞宝，阿丽是安怎得奖啊？你去叫神秘人是安怎阿丽会伫遐出现？到底是甚物情形？我不甚清楚啦。迄时阵建志接到阿丽的电话，讲伊看到神秘人，然后电话断去啊。建志电话阿丽的手机啊切过去，才发现神秘人在攻击柯振宇。到最后，我甲神秘人面骨摕落来，才知迄个人是阿丽，而且。伊的嘴用打起来，我都讲话。伊的嘴好打起来，安尼听起来，阿丽应该是予人设计，
是讲，什么人会设计阿丽啊？这问题可能等阿丽手术说啊，人较恢复了再来问伊啊。李欣，李欣，阮查某囝安怎？宝宝有安全无？毋是，这只因为叫枪拍着，死了真多，即马需要大量输血。不过你放心，阮会尽力抢救。多谢。已经黑口电话。你到底是讲还是唔讲？你是安怎走去山区的？我着。喂，嘿嘿我把面包超人披风撑起来，我就会当飞出去咯。恭喜哦！姚永英的监视器我已经看过啊，是你一个人偷偷走出去。伊即卖入去，你无法度一个人走去山区，是谁叫你去的？是谁带你去现场的 ？Test test， 面包超人呼叫老兵，泡泡糖公主危险啊！进来。柯黛玉，我会把你的手机啊，去调查通联记录，看你有跟什么人通电话。你想好即马家己姓名，搁会当减轻你的罪。哎，把我的手机啊还我啦！那小弟泡泡糖公主会打电话。阿爷手机啊，查出什么？而且甲电信公司调通联记录，才能查到。不过，我惊对方用的是王八机，今仔柯晨宇不够，那么我倒。我知，我知，我知，想我，想我，想我，我知影大爱。你点点，注意听，就是这个声，哒哒哒，那听到哒哒哒时阵。一定是蝙蝠侠要抓苏林波啊！卡苏是电话声，铃铃铃铃铃铃，铃铃铃铃铃铃，安尼就是忍者龟要来抓苏林波啊！啊，卡苏是，安尼就是，我食白巴豆啊！啊，我今晚是要噗噗噗，啊，不过哒哒哒嘛要说完的，那是变安怎？啊，我知我知我知，你稍等嘞，哔哔啵啵哔啵啵。喂，拍摄哦，哎，静静麻烦你照顾啊。啊，迄个零零零有爹无？麻烦你甲伊讲者哦，讲就是迄叫忍者龟跳动者啊。啊，麻烦者哦，多谢多谢。宝宝哔哔，宝哔哔。喂，我是噗噗噗啦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迄蝙蝠侠今仔要来找我，啊，不过我想要去。柯黛玉，我是真正怀疑你真相。认罪对你来讲，敢有这么困难？你之前害死郭佳佳的时阵，若真正精神不正常，你绝对会当减轻你的罪名。啊，若是谋害经纪人，掏空蔡林便宜。还有其他的罪名，这本来就是你应该面对的。你是道明，我不是办法。喂，哎喂，喂，啊你到底有够大大的公婆啦？哦，你才讲袂纯正呢。啊好啦，无安尼啦，我家己去甲碰碰碰讲，吼，啊你来甲空空讲讲，吼，来去甲伊来讲，来，来，好。好，今仔日哦，新闻到这。警务员，请你伫柯展玉的病房装监视器，对即马开始严加戒备，让别监视柯展玉。是。你坏坏，安尼人咧换小裤裤的时阵，都容易看了了。你也臭啊！太衰啦！我已经有无度带你，不过会当饲你啊？啊，不是，是国家会饲你啊。你一定咧无老实，国家会饲你一世人。甲柯展玉拖走。是，呀，上路东方。
子健老师，歹势呢，我阿姨查某囝哦，厝内这段伊只有麻烦你送娘娘回来，多谢你啊。没啦，恁这样客气。爸爸，我的肚都枵啊。你肚都枵？啊，我赶回来，别去买吃。那无恁等一下，我马上去买哈。等一下，你拄仔为便宜回来，先休困一下。 我去看冰箱内底有啥物，就煮啥物，简单菜让娘娘食。安尼那好意思啦。好啊，我要食老师做的菜。啊，子健老师，那恁麻烦你。没啦，妞妞，你来教师倒三工好不好？嗯。妞妞啊，老师教你煮一挂简单的菜，那恁以后恁爸爸若是无伫的时阵，你就咱家己煮，就袂了巴肚啊。嗯，好啊，我要学。 来洗菜，安尼。老师，我的菜呢？好啊。嗯，今日咱有青菜，还佫有鸡蛋，然后呢，老师教你做蔬菜煎蛋，好不？嗯。今日来看详细哦，伊有爱心荷叶，然后。 我要摕去给阮爸爸吃。嗯，较细粒哦。嗯。嗯，真好食嘞。子韵老师，你细汉时阵嘛是家己煮饭来吃吗？是啊，因为我细汉时阵，阮妈妈定无伫咧厝诶，遮简单诶菜拢是我看电视学诶。子韵老师。 那恁妈妈嘞？我妈妈伊人伫国外，我先接一下电话。 我无想要转去啊，你莫阁派人找我啊！好啊，大安内，我无想要讲啊。歹势，已经叫我，我补习班阁有一挂代志要处理，然后呢，我先来走啊。哦，老师，我送你了。我妹妹送老师。嗯。小戴。 叶医师，是啊，甲你解了对啊，因为我有买一挂点心，想要送来喊妞妞甲你食。哦，多谢你。来，你来坐啦。啊。哦，我甲你介绍一个啦，叶医师，这位哦是妞妞补习班老师于志远老师。这位老师，这位哦是我同学女朋友啦，伊叫做叶建英叶医师，大家拢叫叶子呢。我看别换久哦，我爱改取叫做大嫂。哎，那有哪里介绍的啦？敢讲你无想要嫁？好，你免送啊，我家己转去就好。老师，顺行。老师再见。叶医师，你今麦有闲无？ 干那麻烦你替我照顾妞妞，我阿姨查某囝哦，住院啦，我稍微陪伊一撮。好啊，没问题，交好啊。妞妞，我陪你好不好？嗯。叶医师，多谢你。没啦。妞妞，爸爸有代志要无闲，下下你较早困的哦，你莫忘记啊。
明仔陪陪来带你去看你兄。爸爸，我知啦。妞妞就乖，爸爸来走啊。姐姐，你要吃我煮的菜无？这是你煮的哦。嗯。啊，你奈这厉害。好，来，等下姐姐有点心哦。好。这案件未歹，这案件交予新妇，吼，你甲新妇讲。我来处理。辛苦你啊！好啦，啊无代志哦，你先转啦。爸，其实我看这个真后悔，伊只是一时酒后乱性，啊你嘛有甲驾驶过啊？你看伊今仔日拼性命咧求你，是不是应该给伊一点仔机会？我是有阵笑话，啊，你即嘛是叫我？甲一个给我做乌龟的人留在我身躯边，你是讲对讲唔对？我唔管朱信武伊是挑工的，也是伊有八百种的理由，伊甲贝蒂发生这代志，我就无可能让伊留在我身躯边啊！永凯，这几个事件哦。我对你的态度，我真正是看无咧。你现在一直咧为因两个人讲话啊？啊？有第三只字的时阵哦，我袂去问你啊。即马剩咱两个人，请你老老实实甲我讲，你头壳到底咧想啥？爸，我讲过啊，伫慈善晚会间饭店内面，我亲目睭看到，即个甲阿姨拖入去房间。阿姨嘛当场话讲，伊无爱无爱，我真正是去予伊当村的证明，我惊着啊。尾阿姨有讲，这个是用集团的内部甲威胁，伊讲安尼，我就相信伊，所以我才会替伊讲话。小林呢，莫这么单纯啊，你千万要记哦，有的时阵，咱人亲目睭看到。不一定是真的，啊！我敢甲你确定，因两个人咧外背后，早就咧偷来暗去啊！啊，贝蒂迄阵的拒绝伊，怎有可能是因为贝蒂知影我咧欠饭店啊？伊惊我当场甲脏掉，所以毋才拒绝的。我真正毋知因两个人到底是安怎。我敢若是希望这个代志唔通愈不愈大条，我们才想讲尽量替因讲话。爸，阿英若是要甲你离婚，你几解离离的啦？伊若无，我是感觉哦，伊早晚会互你感觉真困扰。伊讲无爱离就无爱离哦，阿伊话要离，我就爱甲伊离哦，安尼我算啥？恁爸袂瘾啦？哎，唔对啊！我明明叫你甲贝蒂定掉的，而且今仔有在调走去山区啊。爸，爱就利用我去变数时阵就逃走出去啊，我们才随赶过。咪啊啦，你有遐尼侪代志要处理，哪有时间咧插伊啊？好啦，我加叫几个少年哦，甲定掉的，较免呢哦，伊有时间在外口咧下戏下情。莫生气啦，医生有讲，你较食休困嘞，你目睭才会更好。我嘛有叫佩佩，请伊联络眼科的权威替你治疗，一定真紧就好翻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哎，永凯，爸爸昨甲你讲的话哦，你都会记的呢。爸爸即马已经无在条信任。我即爿唯一会当信任的，就敢若剩你一个亲生后生啊啦！你还甲爸爸当作一面照镜，
你千万莫遐尼简单的相信一个人哦，啊！就算讲是跟你身躯边三四十年的心腹，伊嘛真有可能有一天雄雄翻头甲你咬甲你规身躯脆黏黏啦，听有无？爸，你给我的家事，我绝对记。好啦，我代志先转去啦，哦，我搁你遮处理一挂代志。好啦，你要注意身体，我先来走。所以你的空嘴哦会较疼啦。你即摆有心哦，把事也袂当做伤济啦，你也较忍耐哦。王经理，你是安怎会走去山区？警方包围神秘人的现场，而且阁是要攻击警方。我无，恁误会我。我是烦恼阮阿姐，才会跌去山区。结果我遇到一个神秘人，佮伊起冲突。我想要把迄神秘人的面具拆开，看清楚伊的真面目。结果我真正看清楚迄神秘人的真面目啊！你看到神秘人？神秘的形象？我甲恁讲，恁一定唔相信的。迄个神秘人就是郭佳佳。心的罪名，讲爱拢是欺骗我，哪会不甘？等待你回来将阮抱，无情风风那吹细那落。你看到神秘人，神秘的形象。我甲恁讲，恁一定唔相信的。迄个神秘人就是郭佳佳。郭佳佳，你都袂讲啥啦？郭佳佳已经死啊，你唔通袂讲啊。妈，我无袂讲啊。我发现是郭佳佳了后，我就去用讲回去。等我醒过来，我伫一间厝内底，而且我阁穿神秘人的衫，还阁有面具，我的嘴阁去用打掉的。然后我就看到柯展玉，伊硬要把我拖出去，阁一直讲是我要攻击伊。其实我根本就无，是柯展玉一直把我抓掉唔放的。等我滚开，想要叫警方保护我，警方就开枪啊！讲神秘人是郭佳佳，你敢有确定？我百分之两百确定，伊真正是郭佳佳。我阁有甲伊讲话呢，伊的声音就是郭佳佳，无唔对，无可能是别人啊。黄英理，你也知影，你即摆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有法律的效力，你千万唔通胡白讲话。想讲哦，把所有的代志拢塞回死者的身上。安尼就会当死无对证。我真正无讲白菜，神秘人就是郭佳佳。恁警方应该去调查清楚，莫你卡当初郭佳佳根本就无死。静姐，我想阿丽这边应该无讲白菜。什么时阵入来？
这张相片真敢拍到的，阿丽，你看，是不是这个郭佳佳？对啦，就是伊，伊即马头毛是短的，我真正无讲白贼啦。瑞峰，这张相片是倒位翕的？你敢确定伊就是郭佳佳？我无确定啦，是我朋友看到的。 是不？到即马阿丽嘛拄着伊，而且伊阁真有可能是神秘人。你若无较早讲啦，因为瑞峰伊提相片给我看的时阵，我才知影有这个人啊。而且我对伊啊完全无了解，我是讲状况不够清楚了，才甲你讲啦。阿姨，我原本讲文扬啊，文扬嘛敢情义我。 当初文扬甲伊坚持要处理郭家家的后事，而且钱送去汇款，所以这个人绝对不是郭家家。佮再讲，以我对郭家家的了解，伊是无可能做这种打扮的。阿公，那我可能是个这样子想，这一定有问题啦。瑞峰，这张相片小张你传我。 我会详细追查，看这人到底是虾米人。好了，无问题。万一这个查某真正是郭佳佳，安尼我手术柯晨玉太爷代志，早班会用查出来。没有，我一定会比恁有人早一步找到这查某，先确定伊身份。仁德，你在想啥？哦，我是在想啊，敢真正有可能是郭佳佳。 阿姐，阿丽一听到郭佳佳真有可能阁活的，面色就变甲真歹看，你敢那在烦恼啥呢？还是讲你受到过去伊甲恁家的冤枉，所以你心情无好啊？阿丽，阿丽即马人拢受伤，倒伫病床啊，你无需要烦恼我。 而且你将来还阁有真侪官司要面对呢，仁峰已经尽烦恼你的代志啊。哦，尤其是你的工作已经发炎毛，要特别注意。啊，若无到时阵哦，若是憋开，安尼就麻烦啊。阿丽，你规工哦，拢了一寡是非麻烦。即马，我家己倒伫个遮，所以要较自爱。 你若有一天哦，不甲仁峰甲我拢无法度保护你的时阵哦，你就真正凄惨啊！阿姐，我要洗手间。阿姨，你哦，别个安尼有袂来啦。 我扛住人家就疼呢。哎，阿丽，建志，警方开庭进前，不是应该先调查清楚，哪会去伤害到民众啊？万一阿丽哦，甲巴肚内的囡仔有啥物问题，是要安怎啦？歹势啦，以后我会注意啦。万一你，我拜托你。 以后莫去遮尔危险的所在，好无？你看，你无斗相共就成，颠倒许神秘人利用，才这样连名拢无啊！我只是唔甘，我阿姐一直去误会是神秘人，所以才想讲去母亲厝，还我阿姐一个清白啊！哎，无恁大姐听你讲，我来外口卡只电话等公司交代一寡代志。 阿丽所讲的神秘人
我看是郭佳佳这个代志安怎想？我真嘛是会当有啥物想法啦。啊，毋过拄则看阿丽讲到安尼啊，伊应该是真正有甲迄个查某搞手过。只是我咧想，若是神秘人是郭佳佳，伊是安怎变安尼创伫花园里啊？哎，不管安怎，我感觉咱即摆应该去做事，赶紧查清楚，迄个甲郭佳佳生个真相是啥人，到底是啥？ 你来啦，来看你。啊，我无啥物啦，你紧转去，啊无总裁也知影讲你来看我，伊阁要去怀疑安尼。我欢迎我，我当然欢迎伊啊。只即马即个时机，较无适合啦。伊阁咧公司处理代志啦，无闲插我。你若是惊我，互知影，就我入去。 知影伊袂感谢你，你想要要救伊，这是报恩啦。小可伊对不起总裁，你看伊将我的后生饲到这尔大汉，还佫害受了这尔悬的教育，对伊佫这尔好，我真正足感激伊的。 这是我应该做的代志啦。伊即摆毋是你的头家，你毋免叫伊总裁。离开远的啦，也若无，伊阁会对你做你甚物残忍的代志，我是毋敢保证。伊的个性，你比我阁较了解。是啊，总裁伊的禁忌就受人反背。 不过真正讲起来，伊嘛算讲是一个真孝敬的人。那是对别人，不是对你。为着你家己好，你紧离开，愈远愈好。而且，上好是出国，离家远远，算是我救你，敢会用？ 我袂晓干扰着恁的生活，我是无想要再甲你碰到，你知影无？真正真友好。
我差袂难做啊！好啦，食饱饭，做伙食饭好不好？自从咱爸仔囝小人以来，拢毋捌坐落来好好食一顿饭，即嘛要离开啊，敢袂当陪我食一顿饭好不好？ 朱姑娘，你爱食的菜吼，小等我一下，食紧就来，好，吃这个。爸，是的。 中秋节，咱爸仔囝会当坐做伙安尼做伙食团圆饭。元凯，假使讲你若是有闲吼，该当找一天，陪我出去行行，好无？你去煮饭的时阵，我已经替你订好机票去美国，就即日来去。 这个家伙让你接的，但过这个代志，唔通我爸你知影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替你照顾爸你，也唔通我请你答应我。卖家有恁好恁老，这个牌子，这么紧，还存不几工安尼。 找时间去美国看你。别甲我讲，你别甲我讲。我知影你伫为难的所在，我嘛已经感受到你的心意啊。在我要离开之前，你敢会当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？ 做你讲，我若做会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明仔，你等我陪我一天。我会记得你做细汉、做细汉的时阵，我看到总裁，伊牵着你，做伙伫个公园，我看你伫遐跳，伫遐咧佚佗。 迄当中，我伫个边仔真正足心酸的，我真正足希望有一天，我嘛会当参你参像一般的爸仔囝共款，咱做伙去散步，做伙去拍球，我都要离开啊！你
你该当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。我想办法请假。多谢。班已经下课啊，学生嘛拢转去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？你是应该甲阮讲歹势，无毋对啊。阮原来嘛是你补习班的同业，啊，毋过自从你的头一班一开了后，阮的生意就变有够歹。像你爱恶性竞争，阮即道来就是要甲你讲，叫你自动停业。恁家己生意卖毋好好检讨，领导要求我停业，这啥物道理啊？学生本来就有选择老师的权利啊。选啥物货啊？你不爱停业呢？动手！你来，给你抓着我啊！搞清楚，你看着我。拜托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野哦！看啊，要哪？丢了！看啊，看啊！好，走了呀！啊，走！拜托！哦，你伫瑞丰一边照顾妞妞。好啊，我呢等下我过的时阵，等你买宵夜。哦，我买宵夜吃一打鱿鱼跟米粉，好不？嗯，好，待会见。好，拜拜。你什么人啊？甲管我的囡仔事啊？恁伫遮对一个查某人安尼起脚动手，这就是犯罪，我着证明。管你对我大细声，哦，这就是恐吓。恐吓管安怎？你个白目，稳哦，我教死你啊！我清楚。跟察官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爱伫遮欺负一个查某人，还是讲爱我请你去花园好好讲？还是不是？免客气啊！你有要紧吧？跟我小小小姐，你若是要报警，我会当替你做证。唔免啦，多谢你，我无代志。对我说多谢真侪解啊，免这样客气啦。对啦，你若是够惊啊，迄两个人来给你找麻烦，你会当去警察局报案。啊，且警察啊，来你补习班附近安尼巡巡的，迄两个人就唔敢来啊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好啦，那我先走。嗯。拜拜。医生到底是安怎讲的？我这目睭是我都医无啊。爸，你放心啦，这阵啊，甲你看的王医师哦，
伊是眼科的专位，是皮皮专工，请伊来遮甲你看下哦。你对伊一定要有信心，一定要有消息。希望是安尼啦。阿伯，袁凯。皮皮，啊，我检查结果安怎？哈，啊，医生安怎讲啦？阿伯，我已问过医生啊，伊有把握甲你的目睭医好，只要你接受治疗，一定会好起来。哇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皮皮，多谢。袂啦，这是应该啊。皮皮，你真正哦是阮的福气呢，啊！自从袁凯甲你求婚，啊你答应了后，阮罗家规个气啊拢旺起来呢，啊！哦，啊我目睭哦，原来当医好，这就完全算帮着你福气啊。阿伯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平常时拢是袁凯在你的身躯边照顾你。应该是你爱甲伊说多谢才对，毋是甲我说多谢。袁凯虽然有功劳，啊，毋过讲到底吼，上重要的人是你啦。啊，因为你专门哦去请迄个权威的眼科医生来甲我医治啊，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我目睭若医会好，上大的功劳者就是你啦。袁凯，你讲对无？爸，我嘛是安尼想。嘿，看恁两个人感觉是有够好诶，恁两个分数吼，我看哦，赶紧办办诶啦。对啦，皮皮，我拄仔入来时阵，我看迄个玩偶，你之前就毋捌看过啊，嘛毋捌听你讲你喜欢足球，上主要是放遐办公室嘞，无啥适合。哦啊，这就妞妞喜欢啦，我最近才买，想讲会当送给妞妞。哦，我是买给妞妞的哦。对啦，啊无看来你敢有代志？那无代志，咱陪爸做伙来食饭，好无？也唔过，稍等下我要开会呢，你讲好无？好，好啦。袁凯，等你甲皮皮带入门哦，啊，恁就会当逐工食饭啊啦。哦，啊，皮皮有代志要无闲哦，咱莫阁搅了啦。哦，皮皮，啊，阮先来去啊。啊！后抓我来看诊的时阵哦，那个生意又好，斗阵食中昼哦。阿伯，袁凯，顺行。好好。小段呢？我根本就无必开会，是要传妞妞去看展玉。这个娃娃嘛是要送给展玉的。啊，这件代志，足普通啊，嘛足正常诶。我是安怎要甲袁凯讲白贼话？哎，这袁凯，爸爸有你这个后生哦，我是感觉足安慰啊。我目睭受伤这段时间哦，拢是你咧甲我照顾呢，我真正是无白疼你啊。爸，啊，咱爸仔囝咧，哪需要讲这个亲吻话啊？我讲着有影，讲起来哦，天公伯啊对我真正有够好啊。伊虽然讲甲你妈妈带走，啊，毋过伊却留予我一个上友好的后生，有够啊啦。爸，你若知影我毋是你亲生，敢阁会安尼想？老贵啊！啊，媳妇人呢？主演哦，出前暗话，宣布甲阮招恩结婚了后，人都找无啊。甲阮小妹哦，四处咧找人，嘛拢找无，伊毋是悔婚啊。阿东诶，招恩，歹势哦，心歹啊激动。有啥物话，咱就来大大讲哦。袁凯，到底。安东诶，小姐，没，我今仔日哦是要你代志讲互清楚，无哦，我吞袂了这口气啦，饮我坐定嘛无路用啦。哦，安东，绝，歹势，我嘛是买才知影，原来圣母是一个背骨甲遮尔恐怖的一个人，伊咧我的背后，
做这阵未见光的代志，所以有法开脱。伊已经我踢出去咱营养一趟。这边哪有可能？信步队在你的身躯边这么侪年啊，你哪有可能无了解伊啊？哪会才过几工尔，代志就完全变一个款啊？之前你搁讲，伊是你上届中心上好的助手，今麦煞变作一个白过的人啊！姐，我讲的拢是真的，吼，请你相信我。我把信步介绍给你啊，煞害你对伊付出感情，这是我的唔对啦。信步今麦无甲你联络，我相信伊是家己无迄个面骨见你啊。我唔信，是你骗我的对无？伊若是有问题，你这么巧，进前哪会我唔知影？信步是毋是后悔答应甲我结婚啊？所以未起，由你来替伊安康。啊，无啦，哪有可能是安尼啦？红丹的，石燕，请恁相信我，我就是迄天咧咱办慈善晚会了后，我才知影信步是这么恐怖的人啦。啊，若无燕，你甲信步结婚，这对咱营养集团来讲是好事呢。我这边促成就袂赴啊，哪有可能来阻挡啊？啊，既然我会赶紧要阻挡，迄就表示讲信步这人袂当嫁啦。老姑娘啊，我唔管你讲啥物话啦，你甲信步啊吼发生啥物代志，忠心也好，背骨也好，总共一句，就是袂使甲废婚。这个朱信步吼，无论走天边海角吼，我拢要甲你压倒来，压着吼，伊甲你小妹啊吼结婚。小云，来者。唐大，阿婆，阿变呐。爸，这边坐。阿娘，你摕的这本册是啥？我刚才爸看过呢。哦，李嫂，这是阮顶届来宜海白班时阵的迄本日记啊。哦，李遐顶届甲予我保管，我想讲伊即摆无代志，我就甲这还予伊。原来是展月日记哦。阿娘，你摕这牛奶手拢澹澹，若无安尼好啊？你的日记放伫我家啦，安尼才袂用垃圾，好不好？嗯，来。李嫂，你底下内底迄个布哦，是要送予李海的礼物，敢会当借我看卖啊？嗯，好啊。来，好哩。李嫂，我拢唔知影你介爱足球呢。唔是我。是恁二兄，我拄才去食你的时阵，拄好经过运动用品店，就看到这個，感觉伊足古锥的。我想吼，若是送予展玉，比你足欢喜的。哇，你嫂对二兄足好的呢，你拢知影二兄介意啥物哦？娘娘，我嘛对你足好的啊，我嘛拢知影你介意啥，对无？来啦，行。大礼拜今仔日，佩佩拢来看我，是安怎佩佩到即马袂来？看讲佩佩是因为要无因结婚的代志，所以拢无时间来管我。独生一来，够有啥物意义？佩佩已经答应袁凯结婚啊，我嘛袂当讲出我的病已经好啊。要是等佩佩结婚以后，我来观察罗云凯一段时间。确定是真心在对待佩佩，我才找时间承认我的真相啊，面对我的现实。李兄，你敢有乖乖等我？皮皮要吃饼干。李兄。你有希望咯。rap 是 A rap B rap 不是 C rap rap。李兄，我跟你讲哦，李嫂还是最爱你的。你跟李嫂有
有希望哦，你等下就知影啦。展玉。我今仔日早起咧，要买送你。喏，有介意无？李兄，你毋着爱甲李嫂说多些。展玉，你无介意借娃娃哦？啊！出去！什么拢搞出去？出去！展玉啊，你怎么闲呐？放我出去！全部给我出去！我等你。你看你这个。我知影啦，可能是被亲情惊着啦，脾气啦，才会变到这么歹啦。我得控制。伊安尼会伤害着人，请恁先离开。伊需要搁观察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内，袂用的袂去。再麻烦你照顾展玉。奇怪，展玉平常时表现了足好诶，啊，今仔日是安怎？哪会雄雄脾气变到遮尔啊歹？李兄，伊明明就是清醒。伊到底是安怎？哪会雄雄伫咧掠工？李兄到底是咧想啥？别咬我！下去！我下去！柯展玉，别再闹啦，乖乖睏啦。佩佩，是的，我必须爱甲你赶走，拜托你别再来看我。我已经无资格搁再爱你，也袂用搁拖累你啊！奇怪，子琪无来叫我出院，妈妈无来，敢是嘛是过无用啊？敲电话问一下好啊。有子你，免卡啦。我甲条最近家咧保护动物义工队，所以接到命令要来接果子你回家。等。哎呀，你这只果子你安尼四界爬爬走，啊那去用抓去，这三百果子你是变哪？人叫你写中动呢，就是讲咩？你心肝乱动，你试过毒果较动呢？你行得快，袂使移动凶器，为了保护市民安全，阮必须安全给你送回家。总会者，你的保是还是倒啊？大刚咱无代志跑跑走，专工来找我的麻烦。哪有？我保是办顺利就好无？为了来接你哦，我时间硬挤出来呢，哎，拜托的，卖浪费宝贵时间好无？好啦，紧行啦，啊，你伤啊袂好，就赶要出院。阿嬤哦，是看到伊个囡仔孙个面子上，叫我来接你呢。敢讲要记住阿嬤好意哦。安尼吼，伫子琪个面头前吼，会扣分哦。哎，阿唔过已经负分啦，已经无负上个考，无紧吼。是安怎？是阿嬤叫你来接我个，啊，我妈哪无来啊？哎呦，这就要问你妈妈，就是讲吼，产权这款无人听个查某囝呢。你妈到即摆，佫这有耐性啊，无甲你赶出门就好啊啦！行啦，上车啦！
不爱啦，想知影你阁想要安怎创你话？我甲你坐过灵车。哎，无啦，你莫污染小黄，你坐我的车得啦。啊！我这个一搞搞。哎，欢迎你。我是予阿嬷的名义来接你哦。你若无爱，迄嘛无要紧。还是讲回去，你也家己向阿嬷解释。这阿嬷若伫子时的面头前安怎讲，你就要家己负责。好啦，坐你的车啦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搁再创治我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主席，这份就是恁要滴的放弃财产同意书。阿凤，你先看者，若无啥问题，等下我替阿丽签。安尼就刚好，我是烦恼阿丽无法度接受，伊会认为我这个妈妈无爱。咱即马安尼做啊，真正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啦。啊，不过这个时阵若无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来处理阿丽的问题，伊绝对会一错再错，伊根本毋知影伊家己做毋对啊。当然啦，我嘛知影用即款方式来对待伊，你会感觉真不忍心。啊，不过你相信我，咱安尼做才是真心为伊好诶。好啦，林峰，咱即摆安尼做，用即款诶方式。咱是真正希望阿丽以后会用真心悔改，莫阁无义三做啊！嗯，杜主席、杜夫人，歹势。其实义民法的规定，放弃财产必须爱继承的代志发生了后，签约才有效。你即摆阁留了好好，所以这份放弃财产同意书，就算讲黄义丽签字啊，在法律上嘛是无效的，只是道德上的约束尔。我当然知影，这份同意书啊，即马是无啥物法律效力啊。也毋过，我是希望借这件代志，予阿丽一点仔教示。只要伊愿意签字，就表示伊愿意改革。然后人凤，咱才做伙甲留伫个身躯边，好好甲管教。等到咱确定伊真正完全已经改革自身了，你才将你原本要予伊个物件，佮交转去予伊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啊，毋过我惊阿丽个心情哦。你就是啊，想要顾虑伊的感受，才会甲伊先歹去啊。你看即摆社家年龄的时代，尤其是子琪阿妈，都拢同意咱安尼做啊。你真正毋通想遐济啊。好啦，就决定安尼做啊。仁凤，是的，请你原谅我即摆。明对你讲出黄义丽根本不是你亲生查某囝这个事实，所以我暂时甲人先说服你，用这款方法来保护你，提防黄义丽阁有任何想要陷害你的想法甲阴谋。小姨，我看过啊，无甚物问题啊。嗯，那安尼，我阁甲你说明一遍，这份放弃财产的同意书。在法律上是无效力的，只有道德上的约束。所以，当事人签名了后，唔免送法院公证。假使恁真正无想要把财产给恁的查某囝，应该有立遗嘱的方式。恁从后倒来才创啥？唔是讲要等伊啥噶？莫管遮尼济啦，阿妈交代我只是照做尔。还够啦。你莫搁吵，我较清静的好不好？我就是偏偏要吵啦！你唔甲我讲清楚，我就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一直吵。我讲黄英丽，你还有够可怜的，这样社会顺心不做到安尼哦，你当讲失败中的失败。那你俺无爱你，所有人讨厌你，即马甲你赶倒转来后头厝，算是拄拄啊好。又讲，这阿妈特别交代哦，你若无好好忏悔，唔知影悔改，你一世人拢免孝受等于社会。所以我总会做一下苦劝，乖乖等于你后头厝小撇一下红头，切。
看啦，做伙子甲潘朝生一直欺负我，我要去遐子慈，硬要带我转来吃，真正莫名其妙。我即马就要去找子慈啊！哎，阿丽，妈，恁哩嘛唔好，我去找子慈哦。阿丽，你较冷静些啦，先坐落来哈。其实，伟仔带你过来是有原因的啦。小英，你应该嘛识识，伊是瑞丰的助理律师。今仔日请伊过来，只要你签一份放弃财产同意书，将来我若是发生任何的代志，你都必须爱无条件的放弃财产继承权。妈，你敢不知道你在讲啥？我当然知影，妈安尼做嘛是为你好。小姨，阿丽，家里的证件交给小姨。而且，伫这份放弃财产同意书顶关签名。妈，我不爱啦，我不爱签。你即马是咧处罚我，常常唔听你的话，做唔着代志，家己惹麻烦。就算我做唔着代志，啊，不过你的金孙，伊是无辜的呢，你哪会当无替伊的未来设想啊？阿丽，你若是知影真心悔改，会当安分守己，好好做人，我自然甲这份放弃财产同意书毁掉。今妈，你跟签名。妈，我拜托你啦，你别来对待我好不好？我真正就后悔我今年所做的代志。啊，我最近嘛就乖啊，无我就抓，我袂阁让你大家烦恼啊，好不好？妈，你别来对待我啦。阿丽，你别安尼啦。来啦，你紧起来！我不爱你，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啊！阿姐，一定是你使用我妈的对无？无采我把你当作师大，这么尊敬你，你哪会当这么卑鄙，在我妈的面头前讲我的歹话？好啊，你有够啊！你惹出这么多代志，我是不可能相信，你马上就会改变。而且，这嘛是给你一个警告，希望你会当会给你教示，替你改过自新。妈，别再讲啊！我已经决定啊，今嘛你紧签名，啊，若无我就毙命啊！妈，别再讲啊！我已经决定啊。今麦你紧签名，啊，若无我就毙命啊！王英丽，若是有够交关真签的啊，咱若无死到，我今日无通做，你著真正我无我无，什么财产拢分无。对啦对啦，人定个小贪，小贪吼，你著软嫁人。卡在天空背后白手，无好歹人哦，也白受苦吼。可恶！看陈仁凤的模样，应该是心挂两汉怀啊。袂用的，我会派恁来。今嘛袂当甲伊避免，啊若无，只会对我不利尔。看起来我只好先配合伊，然后才会想办法，甲属于我的一切拢讨回来。哇，我签了。阿丽，妈会安尼做，是为着要让你知影你做唔对啊。妈一切拢是为你设想，希望有一天你会当了解妈的苦心，会当好好做人。阿丽，其实你妈妈安尼做嘛是不得已的，伊完全是为着你好。
所以你一定要体谅伊的苦衷，而且唔通怪任何人哦。一定要彻底改过，知无？杜仁德，一定是你害的，你甲我会记，到时我会甲你家赔讨回来。杜主席、杜夫人，手续拢已经办好啊，那安尼我先去处理啊，麻烦你啊。王经理啊，你算巧呢，知影人生局势，这以后就爱好好做人。对啦，以后卖阁害人啊啦，啊若无吼，你绝对落地狱的啦。阿红姨，啊，你两个两点嘛？好，阿弟。魏哲、曹兴，多谢你引曹阿弟回来啊。免遮客气啦。是讲着，丢皮了，这妖气又完就重的，厝底袂救了，难走。我骗你啦，这妖气冲天啊！杜先生、杜太太，恁都要保重啊，我先离开。妈，我拢照你的话去做啊，有一件代志，你敢袂当甲我斗相共？什么代志？就子琪啊，子琪到今嘛还是无要睬我。妈，你一定要跟我斗相共，好不好？陈经理，实际这土地到底查到地主是谁了没？之前是有查到，不过想袂到前阵仔。又搁转移啊！新的地主也毋知是啥，搁需要重新调查，非常歹势。不要紧啦，这袂使怪你。只毋过最近你也特别注意，若是有啥物变化，还是讲有啥物消息，啊马上通知我，知影无？是。啊，若无其他代志，我先来无用。总裁哦。嗯。子琪。妈，你奶奶，小姐。子琪，妈知影你甲阿丽还搁咧冤家啦，我嘛无想去介你恁阿爸母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人讲哦，家和万事兴，你甲阿丽继续安尼冤落去哦，也毋是办法。子琪。阿丽真正真心悔改啊，而且我嘛已经甲亲家妈讲好啊，除非阿丽知影反省，好好做人，啊若无，我是袂予伊继承我的财产的。这点阿丽嘛已经同意啊，拄只阿丽已经签好放弃财产同意书啊。放弃财产同意书，伊敢真正签啊？忘掉。阿丽知影伊做唔对啊，所以妈希望你会当搁再给阿丽一次机会，给阿丽会当证明，伊会当好好做人，好好甲你做伙生活，好不？老公，为着证明给你看，我连同意书拢签啊，这次我是真正有想要改啦，你无要紧我。你嘛应该要紧你的囡仔，敢袂当看在囡仔的份上，搁给我一次的机会，好不？妈，其实我会找阿丽，拢是为着要替阮妈冲喜，无任何人逼我。所以我要安怎对待伊，我家己心内有一个分寸。也毋过，请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尽着一个做翁婿的责任，好好照顾伊。子琪，多谢你愿意，搁再给阿丽一次机会。我公司哦，还搁有代志啦，我先来走，来家料理啊。妈，我送你。妈，再见。妈，孙囝。
老公，老公，这两天我伫病院吃病院的饭菜，吃到足酸的，中昼咱做伙去吃饭好无？阿丽，我头拄已经讲啊，我会尽着一个做红事的责任，所以需要陪你送囝的时阵，我袂落跑，我也袂让你枵死。也毋过，亲像爱陪你食饭这款代志，毋是爱负责的，请你家处理。老公，拄只阮妈伫的时阵，你是安尼讲，即摆阁安尼讲。你无爱陪我食饭，无爱陪你食好啊？哎、欸，阿丽大爷，多谢。多谢。雅欣，我用别个地代替招手经理，我即摆已经找到头路啊，今日一顿我请你。那呢，这顿就算讲是庆祝你重新出发。啊，不过雅欣，你敢真正袂阁考虑回进前公司上班啊？啊，我回去是要做总监，还是副董啊？你敢袂喜欢吗？头路我才阁找着有啊，无需要转去迄款看钱遐尔重的制作人身躯边啊。在遐做代志，我嘛也无快乐啊。安尼是何必苦？而且我若真正转去上班，就等于是接受我前翁的帮助。安尼以后是会愈来愈麻烦。我了解你的立场啦，不过可惜的是哦。我叫我朋友到三江，我都带你过去。阿哥，你放心，我会继续替你注意有啥物工作机会，甲你搭找啦。你应该我到三江真济啊啦。其实工作机会真济，只要唔惊艰苦，我相信啊，我一定真紧就当找到收入袂歹的工作。你也当安尼想就好啦。我对你有信心，加油！阿先生，你先去请问几位？姐，姐，安尼我摆坐。免啦，我坐下就好。放心，那我帮你上菜单。雅欣，这样拄仔好，你后日再食饭。君英，你头拄仔讲迄个朋友，敢嘛是做唱片的？若是安尼，我相信上来，你会当做甲真顺利哦。我嘛是安尼想嘞。啊，虽然讲迄间公司哦较小间，啊，不过创作空间真大，所以我感觉一定有发展的。嗯，加班。老公，你唔陪我食饭，你走来才找你阿婶创啥？你先做这么袂细心嘛？你无看到伊的身躯边已经有一个新欢，伊腹肚内底阁有别人的囡仔呢？你一直跟伊高高低，安尼真歹看呢。啊，是讲你想要三人行啊？王英理，你莫点么起笑好无？我甲雅欣是拄好拄着啊尔。搁再讲啦，我要甲谁食饭，我要倒位食饭，我要食啥，甲你无任何关系。是安怎甲我无关系？我是你的太太呢。各位，恁大家讲看卖啊，我的先生甲我结婚了后，伊的前妻。一面甲一个查甫人伫交往，一面甲我的翁婿伫高高低，安尼我这个做太太敢毋免管？参像这种双脚踏双船的查某，是毋是足过分的？麦克闹啊！我唔管啊，我就是要嫁是这种水性杨花的查某。我。老公。是安怎你这么维护你阿婶啊？就算爱维护伊，应该是伊身躯边迄个查甫维护伊才对，哪会是你啊？黄英理，你到底是闹啥物？你真正无救啊呢！头拄阁答应你妈讲你会改，即摆甲你起痟。小姐，歹势，哎，请你莫影响到今日阿客用餐。我甲你讲，从即摆开始，我甲规间餐厅拢包来。除了我甲伊先生以外，其他的人全部拢出去。我去，黄英理，你莫叫是阁有钱就了不起，你直接嚣掰，只是让别人替你感到见笑尔。谢先生，我已经讲过足侪摆啊，
麻烦您卖搁出现伫我的面头前。既然你已经撮予伊啊，就拜托你对较好咧。因为即摆是你的责任。你安尼讲错就错，讲唔管就唔管，安尼真正足无负责任，也足无担当的。我讲再问甲你离婚啊啦，我若无参照你即款，啥物拢撒互别人，啥物拢打袂起的个性，真正袂当我靠。你已经是要做我爸的人啊，若是搁继续安尼落去，将来的恁的囡仔拢会看你袂起。 好啦，也是，莫生气啊！你即摆有心安尼，我看恁家嘛无心情，继续伫遐食饭，无咱换一间。唔免，应该是要叫他见笑，换一间才对，唔是咱。而且咱菜拢已经点好啊，就好我坐来食，唔免猜。你讲嘛对啦，应该走的哦，是伊唔是咱，咱再来继续食，莫再食无水水啊。 过去也是迄款笑容，拢是面对我的时阵，才会笑到遮尔欢喜。不过今仔，我家己当看到伊对别人安尼笑。李亚欣，我看你甲叶俊英的感情讲得真好呢，我祝福恁两个赶紧结婚，趁你的巴肚还袂大起来，进前哦穿婚纱才会好看呢。啊！ 太细啦，我袂记得啊！伊个老师今麦无头路，嘛无钱，无要紧，我会当赞助恁办一个足请宴的婚礼。欢迎你，要请你来吃。哎，老公，咱拢已经来啊，咱就伫遐吃啦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先坐，你先坐啦。来，好物啊，你好食。 特级神户牛5000块，野生松茸套餐5000块。嗯，再给我一份。好。老公，今仔无啥物好食的呢，你阁有啥物食啥物无？服务生，我一份烤青鱼，还阁有土瓶蒸。稍等。 山药沙拉白白呢，你试看卖。嗯，你嘛食看卖，这过两下啦。等下。哎，来这种日本料理店哦，竟然在食什么沙拉，真正有够当生的啦。啊，是讲哦，无钱的人，无熟练的人，食这种有通食就好啊。阿信，加食我吧。 对囡仔有较有帮助。多谢你。你加班三顿，真正考青鱼。嗯。啊，福生。嘿，是。派生的，这刚才不是阮店的。哦，是隔壁迄位先生办恁店的。 这阮无需要，请你摕转去。雅欣，你即摆有心，加食一寡鱼仔，对囡仔较好啦，而且我知影你佮意食鱼仔，安尼较营养。谢先生，我佮你无亲无情，无迄个理由互你请，这阮真正无需要，阮家己店的就有够食，请你摕转去。 唔食就卖食，伫遐晒太冲啥哈？老公，你莫搁安尼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啊！你愈安尼做，你也是敢来愈摇摆尔。看伊即款态度，我嘛食袂落啊。无咱莫伫遮食，咱去五星级餐厅食高级料理，好不好？福生，阮店的菜拢无啊。 雅欣，我知影你无可能这么紧就原谅我，也毋过我袂安尼就死心的。
我一定会想办法，佮甲你勒倒转来。我先即刻离家。在。老公，咱来行。喂。啊，头家你好。啊，月子中心哦，好啊好啊，我马上过，多谢你哦。老公，你陪我去月子中心好不好？我讲过啊，我赚来钱，我应该尽的责任。什么投资公司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。老公，啊你不是答应我妈会好好照顾我，你怎么哪安尼啊？老公，张老板，歹势啊，拄只落来搭车，才有淡薄仔迟到，希望你莫见怪哦。我了做讲，这回又搁要让你放放假嘞。啊，顶礼拜讲要来签约，结果我嘛无来。林小姐，你敢有确定要投资阮的月子中心？你若无迄个意愿哦，那呢，咱就互相莫耽误这时间啊。有啦，我有啦，请你替我保留一下，我会赶紧把资金给你的。阿丽，你的钱不是拢去我妈收转去啊？你怎么哪够有资金啊？老公，你莫别讲啊！吴小姐，啊，你是唔通跟我讲算笑呢？既然你若甲无资金通去投资，那呢，我就将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哦。头家，你莫安尼啦，请你给我两天的时间。虽然我今麦无法度投资你，啊，不过我会当靠劝我妈投资啊。你想看卖啊？海顿集团是这么大的财团呢，伊要投资恁月子中心，对恁来讲是一件足光荣的代志。我保证，恁绝对袂后悔啦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得阁予恁两天的时间。到时阵恁若无资金通去投资，安尼我就只好甲你讲歹势啊。头家，多谢你，多谢。老公。你要去倒位啊？你会替我倒找资金对无？阿丽，我是倒位生这么侪钱出来啊？你毋是听你讲，我是靠你得用的。你怎样搞？你家想办法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哪会当跟我讲这款话？那就可恶呢。袂用的，我袂当让我的计划就安尼乌有去。我一定要紧想办法，把陈恩凤手头的钱摕到手。是的，一定安排你出国去，予你一个人孤单过生活。莫安尼想啦，假使我安尼做，若是对你有帮助。安尼我是真烦，虽然后摆真正无啥物机会当阁看到你啊，但是我若知影你过了好，会平安顺遂，安尼一切就解答了。你敢知影？我常常拢爱来遮运动，来遮拍球。虽然伫我住的所在。都有一个运动场，但牛我是最爱西园路来个食。讲有啥物特别原因？因为较早我要带你去读小学，都爱经过这。我会记你伫一年、二年的时阵啊，我拢会牵着你的手。啊，做伙行进教室。啊，尾仔刚要三年的时阵，向阳一天，我牵你，你怎将我的手背开？我问你讲是安怎哟？你讲的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到今嘛。你讲，这个我已经大汉啦，
我不爱你看呐。你当初我的心肝内，也是欢喜，也是艰苦。欢喜是，你真正是愈来愈大汉啦。艰苦是，你嘛离我愈来愈远啦。尾啊，看到你上国中、高中、读大学，开始有你家己的生活，我会当接触到你的机会嘛愈来愈少，所以我就常常来这个所在，回想到迄当时，我敢若是一个普通的爸爸，带着你做伙来读册。一段快乐的日子。咱爸仔囝敢若毋捌拍过球吼，我来逗你好无？好啊。你心中开过刀啊？毋通伤凶，豆豆来就好哦。你免烦恼我。我会注意。来啊！有你哇！无，无。爸，你要紧吗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扶你。哎，没，我休息了，休息了。啊，烦恼我的心脏呢，家己脚受伤，唔开要紧。哎。这圣宫是我的主场哦，我练过呢。你卖个放水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停输你哦。为你这句话啊，过来拍。啊，来，谢你啊，我进来。出来感冒呢，身体还够啦。你无拍球啊？变寒，运动一下，袂拢紧张着。我就想要继续安尼，再去拍的，但时间已经无稳准啦。这届我离开去美国。搁要看到你，唔知要当时啊！你就要好好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哦。无啥物比好好活嘞，还搁较重要的代志啊，知影无？我已甲你放在车顶，会当出发。这张相片也嘛袂记你查。
这是我上吊的行李呢，假使我若无查，我真正逐天拢会做想你。我安排时间，要搁去找你啦。免啦，你的事业遐尔无用着，而且今仔日你陪我几工啊，我已经真满足啊。 爸，我一个人惯习啊，就算归一边，我嘛会当好好照顾我家己，顶免烦恼。 你让你哥哥一切都保重，若有欠什么物件，你也甲我讲，我才去管。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来去。 敢不是阮爸，我派铁棍来对付你？ 刚才伊是一个讲话算话的人，无可能是。什么人？杜仁德。你来叫啥物事？我有几句话想要甲你讲。 我大概知影杜先生想要跟我讲啥，谢谢。多谢。我即马无想要甲你研究当初你甲贝蒂是安怎开始的。我可能想要甲你讲，若是你的心内真正要紧贝蒂，安尼麻烦你为即马开始，莫阁甲伊有任何牵连。 尽量离伊愈远愈好，慢慢去改联络。这我知影，需要对不起贝蒂的，我嘛应该好好控制我家己，我袂当搁让贝蒂有任何危险。我即摆已经决定要离开台湾啦，嘛希望所有的困扰都到这为止。嗯，想袂到。 你也决定要离开台湾，看起来你嘛算是一个有担当的查甫人啊。大少爷，这麻烦你好不好？替我敲一通电话总裁，甲伊讲我都要离开啊。嘛希望伊会当从即马开始，莫阁为即件代志来为难贝蒂。 总裁，车已经准备好，会当出发了。好，咱行。云科呢？无啦，我是要甲你讲，朱信武已经宽好行李，准备离开。真好，甲定掉的哈，一定要让朱信武赶紧离开台湾。哦，这个人。 我即世人永远袂看到。你放心，我会甲伊顾着。好啦，队伍，咱行。是。你出来客厅偌久啊？最大啦，最出来一点。啊，你毋是甲迄个蔡东的违约要去应酬？ 啊！你是要去啊？蔡东因某甲你好姊妹仔伴呢，你若无去，伫咧门当门西就烦呢。人先生啊，无想要出去。我看我是踮咧厝里好啊，踮咧甲你出去哦，佫去用讲写你的面子，安尼我就歹势。队伍，咱行。
朱信部，你真正要放我一个人离开啊？好啦，安尼我就先甲你先遐多谢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答应我的代志啊，因为讲会到做会到。为什么开始，莫甲贝蒂个人来搞吵？等伊甲如果用个代志处理煞，恁两个人想要安怎，拢随在恁。贝蒂哪会知我要出国的代志？内底写讲不准我离开台湾，叫我就来等伊。我这个想法才真歹。我跟你做伙去啊，啊！贝蒂真正走去啊，而且报告一切，坚持要对你走，哎，如果沟通更加不可能放手。进来。好了，你跟你去，用上紧的速度通关。啊，若无等下贝蒂赶到位啊，你就无路出去。燕凯，你得好好保重你家己。我来去啊。别走！你不是讲你走的时阵在找我走？敢讲你嘛是咧骗我？主线步走啊，才是解决这件代志上解决。等过一阵啊，如果向伊个证书啊，豆豆平静落来了，你唔才有机会，用个甲伊讲离婚，甚至甲伊讲条件。到迄当阵啊，你赶快用去找主线步啊。所以你即马吼，莫去大阿花啊啦，我出去啦，你紧走。哥，你是豆豆在上海囡仔咧骗我，我伫咧罗国雄身边。一天都无法度忍耐啊！媳妇，行，咱来走。等阵，你也是要甲姐做伙走？就是讲你有一头买机票，阮爸嘛已经将你的护照证件拢报遗失啊啦！你要走，你要走倒啊？你走袂去的。我袂用得走，媳妇嘛袂用得走。媳妇，你搁加点几空啊？我倒法度把证件搬出来，咱才做伙走。贝蒂，我加点一天，你有一天会比一天更加危险。总裁伊随时拢会反悔，是会置咱两个人的性命呢。你要先听恁阿兄的话，后摆要安怎，再来计划啦，好无？我拢无咧惊，你是咧惊啥？罗国雄到底是有啥物好惊的？你声声细细讲是为我好，啊，不过即卖呢，你煞日头讲一声都无，你都要走呢？即马只有我离开，才是对咱上好的情形。即马等总裁伊气消啊，风头过去啊，咱再来想办法做伙嘛，好不？我唔对啦，好啦，贝蒂，真正莫阁剩时间啦，为着恁大家安全啊，赶紧让朱先生出去。我真正想拢无，你是阿这尼惊罗高雄，伊敢真正有这尼厉害？你是无权无势哦。在看伊面是过日子，哥，你是这么有势力的人，你平常时伫遐咧甲伊呛东呛西，是咧呛假的哦。
袁凯，你是伊的骨肉，伊敢有可能对你安怎？还佫有姓陆，你上了解伊，你嘛知影讲伊会用甚物后果，你应该用你对伊的了解来对付伊才对啊。结果呢，恁一个一个比起来，今嘛你三十，恁一个查某人拢无法度保护，佮讲甚物要等伊好好计划，哼，真正是笑死人。你莫给我看，你看袂起好无？假使讲恁三个会当好好联合起来，应该是罗国雄家恁才对嘞。尤其是信武，你伫伊身躯边遮济年，对伊遮尔死忠，把伊当作皇帝咧皇太。啊，不过伊敢真正有疼惜你？伊欢喜的时阵在你懵懵的，无欢喜的时阵在你巴一下。即摆伊要爱你死。你着乖乖在暗棍仔洗好清气，伫等伊的面头前等互伊关。你应该趁钱嘛，好好待伊乱，乱到伊无时间对付你。你的步数这么多，我真正想无，你啥这么惊伊啊？还是讲，这只是你要跟我分手的借口？贝蒂，真正是我对不起总裁。我这款的行为，若是传出去，不管怎讲，拢是我的不对。总裁愿意放我一条生路，要我离开，已经算真有用。贝蒂，我不是想要离开你，我只是想要用一款上无伤害人的方式，甲大家找机会甲你团圆啊。咱咧是还有机会当做伙，咱即摆那着用这款这尔激烈。伤害这么大的方式来做，我不管，我就是不准你离开。假使讲你今麦若是敢行入去机场，我就去找罗国雄，我就把袁凯的身世拢讲出来。准你离开。假使讲你今麦若是敢行入去机场，我就去找罗国雄，我就把袁凯的身世拢讲出来。即马意思是，你存心要救我陪你甲一个做伙死？我知影信武会乖乖离开，伊并不是要保护我，伊是要保护你这个后生。既然伊不爱滴我，啊，咱要死人做伙死啊！要冤，咱就落去地府慢慢仔冤啊！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无采我为着要暗藏你未记讲的感情，我伫阮爸面头前讲到有嘴无烂，讲到阮爸对我得要起疑心，你即摆话变面就变面。好，我警告你，若敢胡白讲，我绝对袂让你有机会开嘴。好啊好啊，莫愈讲愈激动啦，爱对啥人拢无好处呢。贝蒂，你嘛知影我甲袁凯这世人拢无机会搁再相认啦。即摆唯有机会，就是你会当参我做伙。我对你绝对是真心的啊！啊无，我哪有可能为你担下这一切？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唔知影，我嘛分袂清楚，
你到底是不是对我真心？啊，不过我现在就是不爱你走，我要爱你留下来。只要你别走，你别走我就不再乱了。我拜托你，你别走好不好？爸卡来，美弟，你先别讲。喂，爸，什么代志？你这么人在倒？已经在机场啊，准备要带你去。贝蒂真正歪命呢，啊！我回来厝要摕物件，竟然发现已经逃走出去了。啊，你可见，伊有偷听到咱两个讲电话，已经知影圣母要出国啊，所以已经赶回遐要甲阻挡。你要听清楚，无论如何，袂当让因两个人相撞走。你只要看到贝蒂，就是个刀起来。啊，若姓武嘞，是莫好出国，等我人到位再讲，听无？啊，那向面色变啊歹看，如果用电话中是讲啥？阮爸发现阿姨无去，爱我甲因两个留着，等伊过来。若是阮爸改变心，我真正无法度保恁两个。那是要安那，贝蒂？现在代志已经愈来愈复杂了。信不？只要你留落来，只要你心内有我。我着快着保掉你的命。你为拄则是讲阮咧惊，阮无咧惊呢。我敢若惊讲你这个小妹，甲随你想想。社会事啊，伊也都会拢爱讲道理。不管老高雄伊之前对你外歹，即边恁两个人，互伊当作掠干在身，这是你唔对。而且伊个性小小，做代志真极端。你伫安尼刺激，你是硬要平心。对你来讲无好处的，告诉你加艰苦的啦。哥，你嘛知影老公的个性，伊是软头轻肥的人呢。卡叔讲我着抬头放你，伊着会食我食够够啊。伊若是硬，我着爱比伊搁较硬，安尼我才有机会甲伊讲条件。唉，好啦，我看我是对恁过，下面到时阵啊，伊搁对你起家动手啊。免啦，你先回去，我家己有办法对付伊。袁凯，麻烦你来罗国雄讲，等下我会带新妇去机场边仔餐厅等伊。你机场要创啥？啊？你是要甲朱信武相带走哟？啊？我是愈想愈好笑。你我掠奸在床的时阵，声声咕咕讲你是去用强去的。啊，今次嘛是安那？去用强了有趣味啊？强了会煞嘴啊？啊？即要食掉的，啊变成老鼠怪哟？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无听的吗？拢袂晓应着。我即摆问你一下，你是毋是甲信武要相带走？我算我三日袂交应哦，我叫替武动手哦。一、两，你敢嘛应该莫安尼，家己想家己对哈？我是去阻挡信武，无毋对。啊，不过理由不是安尼。无理由是啥？你讲我听，我足想要听看卖你安怎拗哦。讲啊。就是这间红灯来得请。
安怎个？你总算来啊！高雄，昨暗不知讲赵燕哦，找我辛苦几下工啊，伊是足烦恼的。高卡安怎个？赵燕嘛是辛苦的未婚妻啊，哪有迄个未婚夫失恋几下工的道理啊？咱总袂用个讲吼，互新妇因为咱两个无拄好，总来将伊放下，就让走出国吧。卢政府啊，甲你吼，甲卢总裁是发生什么冲突啊？严重啊，你爱走路啊！好佳哉哦，夫人甲你捉转来，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吼，拢是爱互阮知影。刚吼，会处理就处理。啊，未处理啊！你总是要阮赵燕死心嘛？啊，未使放着唔管啊！你哦是啊，有够无担当个啦！是我代志办了不好势，阮总裁下真大个面子啦。啊，我闪都闪无路啊，要哪阁有迄个面，请安当叔替我处理啦。我看哦。你什么代志吼，你也拢唔讲啊！啊，你啊既然歹讲哦，我也无追究啦。要唔过，罗总裁，你有好面子啊！原谅圣母啊一遍，互伊重新搁再来啊！要无吼，阮小妹吼一定落感情啊啦，嘛当场求婚啊！无吼，伊下袂起这个面子啦。王董，阮爸心情即摆阁无多平静，你阁予伊考虑一段时间，等伊较冷静的时阵，大家才头头讲。我嘛相信，阮爸绝对会看你的面子，予新妇一个机会。好啦，我大家坐落来，哪食哪开讲，好吧？爸，对。受伤啊！以后你若是有麻烦，会用来找我，我一定会甲你斗相共的啊。罗夫人，多谢你替我甲媳妇找回来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你唔免客气啦，就红豆树甲高雄合作这么久啊，迄就应该互相照顾、互相体谅嘛，对不？是啦，大家哦，以后拢算亲戚啦，大家饮一杯啦。以前的代志吼，都莫阁想歪啦。来来来来，贝蒂，你是咧创啥啦？总裁还阁伫内底呢，你都安尼家救出来，敢会想过冒险嘛？我有几句话想要甲你讲，等我讲完了。你得当好好，你要按捺你的脚印。我袂耽误你伤济时间，你放心啦。你听我讲，伫个宴会迄天，你为着要保护我，顾全我的名声，你煞受着冤枉，把所有责任拢担落来。我许贝蒂，会把你的好一世人拢记在心内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勇敢追求我的爱，甲我的未来。我要甲卢国荣离婚，公平正大甲你做伙。我担着所有的责任，本来就是我应该爱做的代志啊。我嘛应该为你设想。不过拄则你也总裁讲要离婚的代志，安尼敢会伤过冲动啊？我留落来，伊煞要离开。总裁也安怎想？啊，就算讲有红董事伊的人情，总裁敢得袂对付咱？有偌济本事，你应该真清楚才对啊！我知影，所以咱一定要做。如果用当作是一只虎，安尼咱就要先下手，把所有家人的喙齿全部拔了了才会。
你要对付总裁，这嘛是一百万。当初那不是因为我后头出一笔钱，伊早就已经破产了。英雄集团有这卖规模，有一半嘛是因为你的功劳呢。信我，你绝对唔好看轻你家己。假使讲你若是愿意出来甲老公用拼输赢，佮加上我的材料，伊无得抗赢，咱嘛无一定会输。好啊，莫佮讲啊。我已经跟你讲过，我绝对无可能去反背总裁。伊无对不起我，唔对的人是我。就是因为你这个个性，所以我才真心介意。我嘛感觉讲，你是我一世人会当挖苦的人。啊，不过若是老高雄，你都免对这么动心嘛。煞煞去啦！怀弟，你即摆愿意留伫我身躯边，安尼就好啊。以后啥物代志，咱再慢慢来讨论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过我先跟你讲哦，你是千万唔好阁离开我。贝蒂。拄只新妇搁在包厢内底，那一下都无看到人啊。贝蒂嘛，碰见了。他拄仔所讲一切，一定拢是咧演戏给我看。你甲总裁两个人哪会来花园？师母哦，你创啥呢？吓惊我，我的胆拢去让你惊破去啊！哎，奇怪呢，我甲小燕来到这时，这也无半个人啊！啊，你对到总裁？哦，我是对你个小燕后边来的啦。啊，着看总裁甲小燕两个人咧开讲，我着想讲，安尼我不方便来搅扰。啊，但是我看到小燕要跋倒啊！就赶紧挂怪，要家扶起来啊！总裁，啊，你甲赵燕两个人是要出来开讲，还是要来找我的？啊，着赵燕看无你的人，啊，贝蒂嘛放见啦，只有甲赵燕毋才来这回应看卖，看找有恁两个无？啊，贝蒂咧，你敢看第二人？哦，你讲夫人哦，我想着啊，拄好贵变数出来的时阵。我看到夫人安尼雄雄公公跪便所要入面呢，敢那是衫去用垃圾的款啊！即摆应该还搁伫便所。那呢，我去看贝蒂，敢有啥物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无？师母，你袂晓过去找伊。好啊。黄小姐是你哦，差点下到你的车啦！我正要有一台大新闻等你报报签到的时间啦。大新闻？什么大新闻？我看。唔好吧？唔爱啊，报警哦。好啦好啦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替你。大
紧诶。这个查甫，伊就是常常上节目迄个议员。这个查某，伊就是杜瑞峰伊迄个律师学妹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苗律师，我手头有真菜的鸭皮蛋流。到底是要创啥？请问姐，这查某囡仔敢先叫上班？是安怎要搞错吧？姐，你竟然无死？啊，这个小兵啊，别搞搞错吧。快点回头！我这小兵到底是不是我家家？大美女律师，卖袂记，咱两个约束。这美女，搞我感情公开啊！安尼我是要安怎做？我是要来替下晡要嫁出去。王英玲，那跟苗律师有实在？呀，我乱讲，你好。你买过财产无条件过户，全部财产无条件过户给黄英玲，签约一切即时开始，加沈总裁有命。本来黄英玲是想要骗人凤阿姨的财产，喂，世间上痴情的人，敢是我？梦破心碎也不知惊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犹原将感情放在心肝。世间上解巧的人，敢是你？将爱揽入生命，你披着温柔的外衫，拍着无心的罪名，讲爱拢是欺骗我，哪会不甘放你行？阮受着痴心的刑。真正疼，你披着阮。